又在，缘分。觉得是已经是大家一起的习惯了，也不是放不放弃了，是我现在也没什么多的时间，就是经营任何平台都要时间的，那我在这边都那么久，你们都在啊，来说去性感情嘛，应该是这样讲。Thank you for subscribing 79 months。只要我开，你就订阅。你看看，79个月。还好没断，还好中间的 DMCA 事件没有让大家的订阅断掉，不然我会疯掉。我觉得这应该是会怎么，我持续下去。那还有你们啊，元老们，叔叔伯伯们，大概是这样。干了，复活开卡给机，昨天就开了，昨天复活当天我马上复活，今天没有带。平常直播的手机出来，所以现在用 iPhone， 然后没有广角镜，就这样吧。这边的那个讯息跳出不会 lag， 可以尽情的订阅九内的。钢弹，哎，钢弹也是这样猜的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又被丢了一个新玩意，然后我本来用电脑直播的。老板又想要把电脑移动，我就被丢杂事桌，做杂事就开台吧。韩阳森，今天没看到你啊，没有你就不热闹。海怡人 ，It's been so long， 很久没有看到你的名字。只有我出大事被 ban， 你才会来跟我嗨一下。出大事，7年来的完美的 record， 气死我了。怎么会发光？这个东西吗？怎么会发光？现在下雨，现在没有太阳，但也没有下雨，我算一下间隔，5年前的吧呀，那个时候最常开着音乐玩吧。哎，可是不对，他因为也已经要抓2013年了，还静音嘛，直播音乐，做狂播哎、啊，可是那时候好像，那时候他们存的 video 的版本，好像还没有办法自动侦测。2013年的影片，那时候打 low 最长播音乐，可是当年好像他们还没有开始，就是。可以有侦测到音乐。
以那2013的法美，2015开始他们有了自己的 Twitch Music 频道，然后开始会静音一些音乐，好像是吧。背后的光很亮哦。哦，对了，那可以光吗？大家都在散步，很好啊。天车之间，对啊，你看天气蛮好的，你这样看得到啊，看得到观音山、淡水河，那边的水面高涨哦。我待会儿晚一点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夕阳。哎，对对对，没有下雨就是好天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会去台中哎，很惊讶吧？我竟然会去。别想让我关一堆 apps， 开了太多 apps， 这是我的 iPhone。所以那个我知道下礼拜周末是台中的玩，我应该可以去玩个一整天吧，把票丢给台中的星星。
SD card. You could turn it on and look through the camera, but you just can't see the pictures. I can't look them. Not hit the phone. Huh? That's my real iPhone. That's my phone. This is my iPhone. Please don't break it. Right? I don't want that. Okay. Then just me on the screen. Just myself. This is my screen. Huh? 吓死我了，真是小太妹啊！在气啥？他不想被拍，他偶尔会看心情，他就会忙着别的事情，给了他一个新玩具，其实是妈妈很想要的心，不想拍他。
边看。